有没有一款玩具让你又爱又恨的呢？我脑子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，魔方 2.0 版大比例的擎天柱，外观造型相当的出色，可动性也好到离谱，变形过程远比 TE 和 MP44 简单的多，可惜略显廉价的塑料品质以及轻飘飘的手感瞬间拉低了档次，令人爱恨交织啊。而最近他们推出的通天小配子的版本，全白塑料加上部分银色金属漆涂装，在质感上面确实拉回了不少啊。原来一白遮百丑这句话在玩具上面也适用啊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再来领略一下它优秀的变形设计吧。怎么样，这个变形设计挺有趣的吧？没有繁琐破碎的变形步骤，大开大合，兼顾造型的同时，最大限度保留把玩的畅快感，这才是我最推崇的变形金刚产品。载具的造型完成度也很高，不过白色的塑料的色差，还是扣了一些分数。魔方，要是有 NA 或者 FT 的品质，我可真就爱死你了。